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小美杨子。今天杨子来一条西域面了，你看，来这里给我们家康熙来洗个澡，因为他已经有两三个月没洗澡了，现在身上臭烘烘的。我不知道我的嘴怎么这么红，其实我是涂的那种透明的口红，就没有颜色的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涂到嘴上之后就嘴特别红，看上去太妖艳了。康熙，谁？那擦儿子，擦儿子啊！哎，你们懂，你懂，你懂啊！擦儿，擦儿，你们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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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啊！你们懂。哦啊，木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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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等。嗯，你好乖啊。一锅菜啊！哎呀，就有时候一盘辣子都是一锅菜啊！煮了米饭之后的汤很有营养价值，喝它的话会有美白的功效。嗨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是香妹杨子，让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